哎，这是啥？蓝色个天还是海，来个绕个绕哎，來越,来越清楚了。吼，哎呀，答唔出来了吼！原来这这图内底是只枪，但是一开始我你看这麼多只，然后你看那一片的时候，你讲这是啥？你绝对看无哦！我即嘛所有这图片哦，拢叠做一堆来，阿、啊、来，我即嘛这几片。 对，你看，讲，哎，这是啥？你一定看无，你绝对看无。啊，要安怎？你需要时间，安尼，一叠一叠吼，安尼甲斗起来，斗起来，到最后哦，蓝色,的配色,色,的色,的色的个配蓝色乌色配乌色安尼规个斗斗起来了以后，一个完成，你再听讲，哦，原来这百度个是咧为虾米？你才看会出来。人生嘛是安尼啦，亲爱朋友啊，曾经讲吼，人生吼，咱足者吼。 看无，啊！先人看无，因为咱诶目睭只有看到一块点，你可能看到一块点，你无法度看到隆重啊！无管你看无，啊，任何人嘛拢看无啊！圣经诶，作者甲咱讲，人生就是安尼啦，你无法度看有啊，因为人生诶，即张图是对阿东夏娃到人类最后结束，即是一百图，你知无。 这个是完整的一幅图啦，啊，咱这嘛是中，我站在一角呢啊。你看左边，看正边，顶面、下面、正正后，你规个看，你目睭看哪看，你嘛是看到七点呢。无一个人有法多，亲像上帝安尼，对人类的开始，直接看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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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看,看到人类的结束，无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啦。所以圣经的作者讲，咱都爱承认。 咱所知影诶是真有限，真有限。做些代志吼，咱拢毋知啊。做些代志呢，咱无法度了解。啊，将来吼、哦，见上帝吼、哦，你才会知影。所以足些人讲，我将来一定要去问上帝，你安阿要安尼安排，啊，你啊，先看着上帝啊。你若做些问题要甲上帝请教，你啊，先看着上帝呢。 你毋通讲我死了，连上帝一边都无看到啊！吼，安尼你是边个向上帝请教咧？所以一个人吼，爱信来信上帝，了解无？啊，你若信信上帝，你只要只等个上帝面头前甲伊请教啊！啊，你若根本都无相信，你世间无神啦！啊，你都无相信神，啊，你是边个来向神一边头前甲问问题啦？所以你若人生有足些委屈，有足些艰苦。 有足事无了解，有足事你家己想未通个问题吼，啊你要有耐心，啊你要忍耐，等下有一日圣经讲人生即条路，等下你行完啊，即、這个时阵来借问，啊你有啥问题你做你问，你去上帝遐时你做你问，啊我相信啦吼，但咱去到上帝遐，吼，你也免问啊啦，是安怎免问，迄阵你就想会通啊咧，哦，迄个时阵，等你已经离开即个世间。 你已经脱离即个世间诶限制了后吼，啊！你着看我啦。虽然所谓疑问，等咱见上帝去讲，这疑问拢会得到解答。即著是人生足大一个恩帮。所以有人讲人生无公平啦。善转善,善有善报，恶有我过。即落代事奈无发生伫我身上咧。啊！我做好人，我做人遮认真，我哪安尼？啊！你我呢？迄、那个温州人，吼、哦，伊做啊足无好，啊伊奈，啊我看了好势好势。 所有个问题，你法度得到解答，你起甲要死去，你法度家己法度过會去即个代志，著、就是喺等有自己去见上帝，将来上帝互你一个答案，就是人生绝大多数系唔同，所以人生原来世间吼，咱来了解讲，毋是所有代志，拢都法度解决，所以你包括讲，咱民间信仰有诶生命嘅问题。 风水的问题，抑阁足势，啊！你讲咱无相信这，但是有个人讲，但是迄个有影足厉害的呢，哦，人个偌准的呢？安、啊、会遮准，你无了解，将来去问上帝。你讲我即个人信上帝，安、啊、奈会安奈？会做迄种代志，我想无呢，哦，啊！这明明是叫我去做张咯，啊会去共乌钱，我想无呢。你将来你去问上帝，所有咱想不通的代志，想不开的代志。 所有咱无法度接受嘅代志，上帝有咱一条路，就是将来你会当去问上帝。所以做人喺世间吼，若无即个出路吼，你足难过。因为有啲代志吼，用你嘅想法，用你嘅角度吼，安怎看你都看无咧，你都无度接受咧。啊，即人足好嘅吼，若发生遮大嘅代志，你无度接受啊，你也无度解释啊。但是有啲时，当你去见上帝。 上帝自然会互你知影，因为咱只有看到一地尔，咱无法度看到拢总。你敢那手摕一地，一直问上帝讲，即块那会先做这型，那是安尼，那是安尼。上帝讲，我无法度甲你讲，因为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规百度，你若看到你，你著自然你著了解去啊。人生咱所知影是非常的有限，一个人若有一个谦卑的心，知影讲？我毋是怎样拢总啦，我只有知影一点点啊尔啦。 这个人一定就好到底呢，因为伊若无感觉家己足厉害，伊就别计、哦、就别跟你拗啊，伊就袂跟去变剧情这个人先来拍到底，你猜无？因为伊有家己一个假设的立场，比如讲，这个人一定不要讲我嘅歹话你也知、啊，我想我就知，啊，就落拍到底因为他已经做一个假设，已经是你讲啊，我当然嘛知道。 我早就知影啦，伊也做即种代志，无意外啦。即种人吼，安怎安怎？吼、嗯，讲较秘书家己啥物拢知吼，即拢歹斗阵。若好斗阵诶人，著、就是咧讲我毋免假设吼、哦，我著讲我毋知，毋知著讲毋知,知。啊，哎安尼我嘛毋知，啊，就讲毋知著好啊。但是咱足济人著是会计较，咱会家己去共分析，家己去甲解说，叫是家己啥物拢知影，叫是家己啥物拢会晓吼，安尼著足艰苦诶啊。 所以人生要学诶物件足侪啦吼，其中有一点啦，就是咱今日甲大家来讲讲，你爱学习，学习去了解，讲你所知影诶其实是真有限，而且真有可能你所知影诶是毋对的。你要用即个谦卑诶态度，阮伫新浪伊诶时阵吼，免啦讲道吼，拢爱上课。其中呢，我会记咧，我哩读一本册，一本册哩教人免啦讲道。 足出名啊，一个英国的一个牧师士写个册，哦，伊讲咱这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免啊改水，也免啊讲，才袂讲唔对，哦，伊、啊、讲的迄个贵个课本吼，迄、哦那個、学校的、哦、个课嘛吼，贵个课本讲正时阵，伊最后又讲一点，伊讲吼，一个人若讲到山吼，唔通先骄傲，哦，这篇我外口讲来呢，这篇敢有倒一个牧师讲比我较好，哦，这篇我已经读过了十摆啊，吼、哦，伊讲千万你都唔通安尼想，哦，因为讲无定。 过一两个月了后，又一个新的体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讲啊，惨啊！两个月前我讲的迄篇道，其实讲了唔对去。我对迄段圣经的看法其实是错误的。但是两礼拜前，还是两个月前，还是两年前，无一定。迄个时阵，你咧看这段圣经，你安怎看拢是这个解释，你安怎看拢是这个角度。 但是经过一个代志，而即个考验了后，当咱成长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啊那我这个角度，我以前哪会无看到，哦，咱就成长了，啊，所以我会记得，阮迄阵伫校咧上课时，老师都有讲，讲恁伫讲台顶咧讲到吼，永远你都袂当惊我啦，因为你毋知影讲什物时阵，上帝互你发见讲吼，阮咧即个教会俗语叫做光照啦，摕一帕灯来甲你照啦，吼、哦。 讲你毋知影，当时上帝甲你光照，你會忽然发现讲啊，当年我讲安尼是毋对的，当年我坚持安尼是毋对的。迄阵我迄种做法是毋对的，为着避免即种悲剧的发生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即物咧讲道理啊吼，一定要甲上帝认罪，讲上帝，万一我若讲毋对，请你著赦免我；啊，万一我若讲毋对吼，请你互我会了解，请你一步一步甲我印出，互我知影讲我倒位讲了毋对。 我知影讲我倒位想了毋对，啊我倒位看了毋对，吼啊，唔茫我将来咧讲倒时阵吼，讲了毋对的机会是愈来愈少，毋通家己足未本哦，讲毋对佫叫是家己真牛吼，毋通安尼啦，哦，所以即是一个我印象足深刻的一个经验，就是讲咱人一定要了解，今仔日认为对诶代志，反正明仔载你就发现讲迄是错误，做人较谦卑咧。 人类的历史在在进程嘅过程中间，当年当有人讲地球是圆嘅时，迄阵教会嘛，足未当接受，教会讲你黑白讲，我脚都踏咧涂跤，你假讲地球是圆，地球那是圆，我早都摔死啊，我早都跌倒啊，你拢黑白讲，你看迄个时阵，坚持啦，坚持讲有人讲地球是圆嘅是黑白讲啦，哦、喔，结果事实证明，哦、喔，地球真正是圆，啊，虽然人。 真正爱体会讲，我即马所知呀，无一定完全是正确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足一人会读圣经，因为圣经所记载内底有诶，是咱互以你自由诶解说，但是绝大多数圣经所记载诶，拢是一个绝对诶科学诶一个，也堪是科学来检验诶事实啦。好、哦，所以在这种诶情形之下呢，全世界毋唔有足侪人去咧读圣经。 因为都是翻译甲毋对，爱有一个标准嘛，用一个标准来甲你量嘛，量看你安尼对毋对嘛。所以全世界公认啦吼，都、就是上界一人读的迄本册都是圣经，上界一人咧研究这本书都是圣经，就是用圣经做咱做人的一个标准。就讲圣经讲你都要原谅别人，人看在讲我无多原谅伊，我对伊足生气，我著爱甲报复，我才会爽快。 经过历史的经验了，发现讲，你讲报复，你是愈艰苦。因为当你报复的时候，你是带着一个怨恨啊，当这个怨恨入到你的心中了，你变来快乐。你想到伊，你就气。啊哟、哦，你想到伊也未会听，你知？你想到伊的,的时候，哦，气甲要死去安尼。但是，伊都无感觉，因为伊毋知你即嘛的？你讲的阿妈呢？伊毋知影、啊。 人伊是只过好好啊，是你家己受着伊家己咧艰苦家己呢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嘿人，我想着伊，互伊去好安尼做真正做会好咧。我一直甲想，一直甲想，我咱而且一直想，想一直想，一直去，一直去伊就伫遐咧偏头痛，伊就伫遐咧拍卡上，吼，伊就伫遐咧咕咕噪。我只要甲想，伊就艰苦，安尼咱做人加生活紧，咱甲万分，因为咱个万伊伊会艰苦。啊，这码唔是啊，即满你咧万分伊是你咧艰苦，伊无感觉啊，阿来接怣。 所以咱人经过即个经验了，发现讲哦，原来讲报复即件代志，并无利益。所以人则发现讲啊，我知影诶是真少。安尼，咱有圣经，圣经讲啥物？讲啊，原谅伊啦。圣经讲吼，人若对你无好吼，你毋通甲伊计较，你啊以德培怨。你若安尼做诶时阵吼，伊会家己吼足艰苦心咩啦？ 啊你！你若甲伊拍，伊也感觉讲，啊！我先甲你拍，你甲我拍，安尼小赌就好。伊未甲你感激，伊也未感动。但是伊甲咱拍，咱无教拍准，对方有可能会感觉讲，诶、欸！安尼我我安尼对，伊实在是真无好安尼啦。哦，所以，咱嚟用一个正确诶态度来对待别人，啊！即是圣经做一个标准嚟甲咱教。所以看圣经，你先知影讲咩是对毋对。若无用圣经，用咱家己做标准，嗬、哦，难所知嘢。 其实是真有限好。好，休讲这里等下了继续来谈。欢迎回来《老三的节目。这个人那信任自己不知道，伊只系学习我那大项拢知我就不用，我都唔去学校，我拢唔免学习啊。你也免去讲啊。 我拢已经知影，请你毋通去讲啊！吼、哦，即、就、个是骄傲嘅人。所以圣经讲，上帝适合谦卑嘅人，上帝会主动迄、那个骄傲嘅人啦。因为你已经先骄傲啊，上帝也先教教你动一咧。啊你若，你呐，你谦卑讲，我拢毋知，拜托你甲加教一咧。啊，你去教一咧，安尼，哦，即种人吼，大家拢总爱加一加，因为你态度真好嘛。所以，你谦卑嘅人，伊嘅人生会当好，多。 你感觉家己无够哦，咱较早的时读书时阵，咪讲过一句话，讲先学哦，先学习哦，学然后就知影无够哦，学然后就体会到啊，我真不足哦，安尼的时阵吼，你嘅学习才会进步。所以上帝讲，一定适合我，即系谦卑嘅人。啊，什么是谦卑嘅人？谦卑嘅人就是承认家己唔知道。 啊！要承认家己唔知是无简单诶。人是种爱计较。诶，我逐项我嘛拢知，逐项代志我拢发表意见。吼、哦。当你若欠缺一个即种诶谦卑学习诶心诶时阵，吼、哦，咱诶学习迄个门哦已经关起来。当学习诶门关起来了、哦、圓圓圓圓的吼，咱冤冤枉枉伫内底水淋拢较讲嘛拢知哀啦。吼。所以你若无加读册无吸收吼，你讲来讲去拢共款诶物件。 你无共款诶组合，安尼念念啦，其实拢共款迄套嘛。咱诶人生唉片面咯、哦，所以有话做些长辈讲啊，我食食社会啊，我项拢捌吼，咱毋通讲即啰话啦。你若讲我食食社会，我只想要讲其实做些代志，我也佫毋捌。因为逐日都过新诶物件佫走出来，诶、欸，我毋知影哪有即啰物件会走出来。哦，啊有即啰车变人说客机会行，我呢遮厉害。哦，你若客机安尼讲，我拢毋知呢。 你若愈安尼吼，你人生愈快乐啊！因为逐工你都咧等啊，等我今日给有什么代志出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即种人吼，伊诶人生吼，伊是逐工拢足平安，逐工拢足喜乐，逐工拢存到五万，逐工拢期待新诶代志会当来发生，啊，即个是叫做科学诶精神嘛？哦，科学诶精神著、就是伊知影讲足济大事，我即晚抑个毋知，所以我话你世间，逐日著是去研究新诶物件，逐日著是去学一寡新诶物件。 所以我現在，我即马捉些老人吼，咱拢鼓励吼，咱长辈吼，你嘛是爱去学学电脑，你爱学电脑，因为即马这个时代是一个电脑诶时代啊。所以，你也知影，心情讲我什么拢不会，啊，你也什么拢不会，叫恁孙甲你教吼，吼，恁孙甲你诶感情一定足好诶。啊，有人毋是咧，咪你讲啊，你不晓，我甲你教，定来讲我甲你教，我甲你教，毋通安尼啦，你都爱讲你甲教，哦。 当一个人讲、欸、你加教会使无拜托你加教，即、這个人绝对受欢迎的啊。因为当你讲你加教的时阵吼，你就代表讲你认为对方是怎样是较济的。吼、哦。而、欸、连耶稣嘛讲安尼呢？耶稣是变人教，耶稣是变人教去服务的呢。那耶稣是五块饼两尾鱼八块到五千个人当食饱呢。但是有一日当耶稣伊决心要来教一个附近人,人。 哦，要来甲伊咧？传录音讲道理诶，时阵咧，耶稣去到迄个富人郎出入的迄个所在时阵吼，迄一个果子树边诶，时，阵耶稣甲讲啥咧？耶稣讲：，会当拜托吼，请你摕一寡水互我啉吼，拜托一个吼，请你甲我服务一个。实在讲啦，耶稣若真正要啉，最好来叫人甲停，吼。耶稣当然咧，迄水就甲你喷出来甲毋是？吼。啊，就我啥物讲，甲富人郎讲，啊，你摕一寡水互我啉好无？ 耶稣无需要安尼，但是但是你看到耶稣都是足礼貌足客气，耶稣讲，请你互我水通啉，即给他好咱一个足好一个开始咧，著是连上帝来世间，人上帝都遮客气啊，都都遮老气啊，你知无？低调啦啊，无感觉家己我啥咪拢会晓咧。哦，所以咱信主的人，咱有一点，咱活伫即个世间，常常谦卑。 感觉讲，我足需要你家服务诶，会旦拜托你家教一个无，哦、喔，请教、借问，吼、喔，定定拢用即种态度，因为你也定定感觉讲我足侪物件，我拢一个袂晓，我就去需要学吼、喔，用即种态度的时阵，达江你的世间的日子，拢是真好过，绝对袂无聊，因为你都感觉我来这，啥物拢袂晓，逐江拢来我足侪物件，里面来无聊。 所以，如果若一个囡仔甲你讲：“爸爸，我好无聊哦。”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伊无物件通学。所以你那上去学一个物件，伊拢袂无聊。即码我囡仔送去行棋吼，即码棋谱甲摆嘞吼，叫伊讲要甲破解吼，伊就伫遐来想足久诶吼，伊袂系无聊，伊袂无聊啊，因为伊有咧进步啊。所虽然现在送一那去学钢琴，因为伊袂样弹，伊袂样弹，伊来爱一直练，一直练啊，哎，伊就进步啊，所以伊就快乐啊。 哦，所以毋通讲我无聊，我无聊，哦，无聊都是代表你无一个物件好去咧学习，所以才无聊。人是需要学习的，包括你已经做到蛮爱学习，所以今日要甲大家提醒，哦，你会当甲恁囝讲，会当甲我电脑无？啊，恁囝若无用问恁孙，讲诶、欸，啊，你电脑只猴加讲加一个啦，哦，啊，这是变哪用啦？ 啊，买单！叫伊，叫伊，甲你加边啊，用手机啊！啊，你通叫伊，甲你加边啊，用手机翕相啊！哇，即马做啥物件通学诶呢？科技其实足好耍诶呢！哦，迄是咱袂晓用尔嘛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讲啊，老三话我来学拢袂记，诶，哪会晓记？啊，袂记诶阁学啊！啊，人生毋知有趣味。啊，你毋着巴肚枵食饱，食饱个以后啊，人生就是安尼啊！啊，你困醒个，困醒,醒起来，暗时啊，要阁困。哦，暗暝啊，食了阁困。啊，人生本来就是安尼。啊。 所以你学学会袂记啊，啊袂记了，搁再学都安尼念嘛。即毋是啥物见设诶代志，吼、哦，无需要安尼。咱用一个开阔诶心，好、哦，亲爱朋友，咱承认人,人生咱所知影有限，咱只会谦卑，咱只会祈祷，咱只会读圣经。啊，咱啊心中吼愈来愈谦卑吼，你诶整个人生会完全改变，你诶人际关系也改变，你甲上帝诶关系改变，你甲你家己诶关系嘛拢会改变。 你会看家己愈来愈可爱，你袂讨厌你家己，哦，因为咱逐日拢一个咧吸收，一个咧学习。所以人生有一件代志，真要紧，就是咱今日所讲，就是承认家己所知诶是真有限。承认咱看代志只有一个角度尔，作些其他诶角度咱拢看袂着，安尼咱就会当接受别人诶意见啊。哦，一个人啦会当接受别人诶意见，这个人都、就是。

你感觉吼，即个世界吼上大的奥妙哦，是啥物哈？哈哈，嗯，世界最大的奥妙就写咧即本圣经，就是上帝创造即个世间。哦哦，来，插两背啊！拜托个，你卖定定讲迄啰天顶飞啦，啊，讲讲讲讲讲迄啊伊迄啰野蛮出啦。个，好无？你嘛讲一寡甲迄啰现实较有关系，你安尼正经诶呢，讲诶拢有影听无呢？ 嗯啊、但是要讲现实咧，我跟你讲，我嘛无意思，<是>因为你做健讲就是要讲赚钱，你无论节目安怎砍，你砍到后尾就是要赚钱。你错了，这摆、哦、我要讲的是减肥。哦，生命最大的奥妙是减肥，还啊？啊啊你该想看卖。哦，嗬、哦，一个人嘅身躯，哦，会当用一种保鲜膜嘅。 包起来，就用去减肥啊？你讲这是奥妙吧？这什么奥妙啊？嗯，这是奥白传的吧？哎，观众朋友，你唔通奥白学哦。这种减肥的方法是作废样哦。医生正确讲，这样是步无好啦。阿哥，这步若无效，哦，应该食青柠果，嗯，好，还是敢食土豆啊？你买用个减肥。哎哟，最厉害吧？你这种方法，你拢网络底流传呢？阿哥有哦。 冇迄个豆奶减肥法，冇迄个香蕉减肥法，啊，啊，好啊好啊啊，啊有呢？最主要啊减肥吼是运动啊，啊运动哦。啊若要讲啊叫做上啊创造恶苗，安尼我甲啊讲，啊啊叫做恶苗？嗯，上啊创造每一个物件内底吼，嗯，迄拢啊做啊啊人会当去生出来啊热量，嗯，所以啊即啊啊去啊啊啊啊 买糖啊饼顶面拢甲你写哦，讲一包的热量是偌济，啊你若出去运动吼，伊会写，讲啊你伊咪当甲你讲你走一点，差不多吼、啊，啊你身躯顶的热量会当去掉偌济哦，所以吼，这就是奥妙嘛。哦。上帝真正奥妙是用咱人的智慧去体会上帝作为的啦。 这拢得钱，较晦气，还要搁运动，麻烦。Oh. 我搁甲你讲一部上有效的，上有效的，嘿，减肥的，三字名，三字你讲，绕肚在。这什么减肥的方法？我完全都毋捌听过啊。嗯，因为现代社会人都是咧看巴肚嘛，看巴肚对啊。啊，毋过有的人都是因为伊大胸，<い>大巴肚。哦、oh.，你看看，我，我，我加起来。 亲像你，若从肚脐露出来，看出来，你看是不是大腹肚？呃、啊，行过路边的人都直直看，直直骂，直直看，直直骂。你是不是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？是。啊你，你敢有法度搁肥下去？呃、你有这部是不是世界奥妙呢？啊、呃，这敢叫做生命奥妙？ 这就叫自我液态嘛。